穿上黑色休闲背心，男孩女神泰妍31号下午来到高雄，要与其他明星举办拼台演唱会。看得出来，泰妍气色非常好。在保安人员的带领下，泰妍走出机场大厅，被粉丝包围。虽然看起来有些紧张，但她还是相当亲切，和粉丝挥手打招呼。不少粉丝收到消息，都提早来到机场接机，能够近距离看到女神，也让他们兴奋不已。很期待啊，因为这是泰妍第一次到高雄，离我这么近，不然以往都是到台北看少女时代的成员。有点紧张到说不出话来，就是现在就是心跳很快，还是有点难以想象现在站在这里。这回泰妍来台，展现亲民女神的风范，粉丝更是期待演唱会的到来。分线在高雄报道。